集大大精神就是所有精神的总会来的嘛。总会来的嘛。即好像今年奥运这样，现在中国都是金牌榜奖牌榜是遥遥领先的。他没有人救他争的嘛。但你看看我们本来不是太过看重的日本省，我们中国日本省，日本省都拿了五面金牌了。澳大利亚省昨天都拿面金牌，还在我们香港的手上夺取我们的金牌。澳大利亚省、日本省的表现都挺好的，所以中国仍然是遥遥领先的金牌榜的，是不是？又是奥运，即是最好看的都是现在暂时都是这个的滑板。滑板真的好看。嚟緊如果有嗰啲單車咧，即係唔喺嗰啲牆度轉轉轉嗰啲單車，嗰啲跳來跳去嗰啲單車，嗰啲又係好睇嘅。因為點解體育一定要睇啲變數多嘅嘢、變數大嘅嘢、變化得多嘅嘢。OK， 即係你滑板可能係佢練嘅時候，哇，個個全部有秘技啊、有絕招啊咁樣。但係你真係臨場嘅時候，好多變數佢發揮唔到，或者有啲得有啲唔得。嗱呢啲就好睇啦。嚇，跳水就唔好睇啦，因為一模一樣嘅啫。點跳你全部都金牌都係你嘅。你企上去就總之你有金牌了，咁即有冇睇啊？冇乜嘢好睇嘅，嚇咁啊呢啲好睇啦。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咧，國際奧委會咧就應該執一執啲運動啊。有啲唔好睇嘅就咪鬼做啦，真係即做嚟做乜啫？係嘛？全部啲二三百年前啲維京人打維京人嘅時候，嗰啲即係揾嚿鐵波掉你啊，揾支標槍飛你，嗰啲變運動啫嘛。你馬術嗰啲，即係當然你玩馬術嗰啲覺得好睇啦。咁但有幾多人睇啫？馬術邊人睇嘅啫？係嘛？咁呢個咪無謂做啦，係咪？咁雖然而家香港好少播呢啲，但係都無謂做啊。其實即係嗰個滑浪，我覺得都幾好睇喎。嚇，滑浪我覺得幾好睇喎。咁啊，因為個浪你又唔知啱啱嗰條友個浪好靚咁樣，我到我嚟啦，我個浪唔靚，因為幾唔抵啊，真係。新東方送一點五億俾董宇輝，又送公司，係咪台底交易？不講到明，我咁樣送咁樣仲係台底交易，台面係嘛？阿何詩蓓一百贏咗啊，贏咗金牌啊，未啊？金牌唔係今晚，唔係而家噶，佢入到決賽嘛，入到 final 係嘛？sorry， 今年炒股升好多，收牢咯。今年回報最好回報一定是舊年的，舊年是冇得頂噶啦。今年我冇乜計個數喎，因為好就好在咧，啊好啊真係好彩，一二一二四五走咗喎，而家跌廿蚊啊買得翻，啊我諗緊喎一二一一喎，但係佢嗰只炮五，佢減五萬又真係幾大刀闊斧喎。佢闊到嗰啲，佢劍鋒啊，嚇驚咗我喎！但係我都有興趣嘅，因為俾我估出個價咧，跌咗成廿蚊，我有興趣買翻啲牛仔，我唔會買正股啦，我會買翻啲牛仔，堅係有啲興趣。奧運留翻攞聊慢慢講。應該派消費券慶祝，話香港派消費券完全係冇幫助，對經濟零幫助。我不嬲都狗噏噶啦，咩最近啫？我冇追擊大粉紅啊！黐線，我係頭號大粉紅嘅大佬，我大粉紅之首嚟嘅，係嘛？即係我係教啲僆啊，我下邊嗰啲小粉紅啊，係咪？嚇！咁你個屎忽生個頭嗰度冇問題，我成日都話你屎忽生個頭都冇問題，但係唔好放屁咯，因為放屁喺個頭嗰度撇出嚟，咁咪唔係咁好睇咯，係咪？冇啊！香港啊，真係行過路過咪望下嘅啫，都冇咩港股有咩好講啫。咁啊，450多億成交，今日都係唔過900億成交噶啦。玩下手800億都係鬆啲嘅啫，今日個成交，咁就大家都係行過路過，啊你跌咗啊，哎呀，咦你上兩個禮拜都好似19000嘅喎，而家得翻17000啦，喂唔好意思，我約咗人啦，咁啊走先，即係咁樣。以往唔係啊嘛，
啊，以往水泄不通啊，個個衝埋嚟，睇下點啊，話俾我聽聲明啲。而家你話俾佢聽話，唉，唔好意思，約咗人飲茶，過兩日傾過，港股就變成咁。所以阿 Victor 咧，擲句啊，阿擲句真係講得好啱。老豆又句句精辟，擲句又句句腰心。佢講咩啊？擲句，麻煩你香港政府記得啊，記得嚇、啊、重拾又好，咩都好啊，執翻都好啦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。因為對於阿擲句、阿嘉誠同埋阿擲佳嚟講，我哋好 friend 嘅，大家好似成日都食開飯咁樣，大家都知道。香港 as long as 仲係國際金融中心，我哪管你啲水去到大西洋，或者黃河，或者亞馬遜河，只要我係國際金融中心嘅其中一份，你啲水流嚟流去，始終喺我度會經過。OK， 但香港而家變個掩塞湖，即係本來人哋係一個成個水循環系統，香港係其中一份。嚟緊香港掹咗出嚟喺依一忽，人哋喺度轉，又你喺度望住，喂幾時到我啊？啱啱講行個路過，哎阿阿水，你過去嗰邊啊？喂唔好意思，我唔得閒啊，啊下個禮拜約食飯咯，咪又走咗啦，係嘛？咁就咪上個禮拜講咯，你拆倉關香港咩事啊？你香港有倉俾人拆咩？你做乜跌啊？人哋拆倉你做乜跌啫？你跌嚟做咩啫？嚇？不過人哋拆倉你升啊，咁但係你又冇水，你都未跌。又真係唔關你事，人哋升你又冇水，呢啲咪咩啊？呢啲咪行過路過，唔好錯過嗰只咯。股票咧就冇話唔怕買嘅，買咗總會怕嘅，怕佢跌嘅。係啊，再講香港精神，遲早精神病嘅真係。你諗下，如果今即係有一屆奧運，香港真係攞十個金牌啦，即係咁講啊，即係基本上日日一個金牌，你日日就香港精神，不停咁香港精神，哇！即係我想講，即係反敗為勝，其實就唔係，即係一種運動精神啦，係一種體育精神啦。你唔可以講話香港精神咯，你唔可以將佢。將佢地區化咗依個精神噶嘛，係嘛？你唔係噶嘛？花劍真係好睇，因為點解你覺得花劍好睇咧？第一就係香港攞金牌啦，第二你未睇過啊嘛，嚇！你最對上一次睇花劍係幾時啊？咪四年前個奧運咯，你隔咁耐先睇一睇咁啊，梗係覺得好睇啦。石油需求跌同轉電動車有冇關？冇關係，即係咁講啊！電動車都要叉電嘅，係嘛？咁啲電點嚟咧？咪又石油嗰度嚟。下半年最多19,700，希望啦，希望啦，19,700。我都想下半年多一個。見多一次個頂，唔好似過咗幾年咁樣，一年一年有一個頂，下半年冇咗嗰個頂，賣神未考啱嘅，賣神係未必賣你一個嘅，賣老豆老母個神都得嘅。我啱好多財經睇公司股價見圖講圖咁樣，是但啦，唉。阻人發達呢，人家肯出，人家肯這樣的價開個course，你肯這樣的價給錢，不是沒得講的，是不是？星期四現場版一鳴驚人，現在減價先比較好，因為雙十一退貨率比平時高，風險大，我告訴你，遲些呢，即是淘寶啊，天貓啊，因為你 build up 咗喺淘寶裏邊嗰個 brand name 咧，你係想一路守住，你唔好俾負評我，求下你，我求下你唔好俾負評我啦。咁而家喺一啲大鋪都闊府嘅話，個 brand name 可以犧牲嘅，拎咗出嚟，我話咗保證退貨，點知全部流嘢，我閃咗，淘寶吹我得我漲咩？天貓吹得我漲咩？我閃咗啊！下年出翻嚟華麗轉身改咗個牌子，改咗個名，一樣走得翻出嚟。
以往唔敢做，因為我要喺淘寶裏邊有一個 brand name， 而家可以犧牲嘅。雖然化學表示十二寸晶圓將於七至九月份逐步增加，晶圓需求而家失足底。就跟住講，而家晶圓應該分咗兩部分，係芯片係真係好明顯係分咗兩部分嘅啦。由 ASM 嘅老細走出嚟講，已經係講得好清楚嘅啦。其實我覺得黃仁勳同埋 ASM 嘅老細，甚至乎上個禮拜張忠謀啊 TSM 走出嚟講，我已經係概括咗佢三個已經概括咗我嘅叫佢哋講嘅嘢嘅啦。好嘅，一個就話其實芯片就冇乜高階低階嘅，即係嗰啲咪叫做懷舊咯，嗰啲大大粒嗰啲都係有用嘅嚇。黃昏就話芯片都唔係咁搞嘅，芯片講緊係重工業芯片、機械人嗰啲嚇，就唔係咩鬼嘢都有啲咩三咧咩兩粒米芯片啊，唔係。張忠謀仲好，最直接啦。我都唔知佢買咁多啲 AI 芯片做乜。同阿 Elon Musk 講，我都唔知佢買乜買嚟做乜。不過佢要嘅，咁佢有咩目的㗎啦？咁樣，即係佢係講緊同 Elon Musk 講，哇！你買我咁多粒嗰啲芯片，最高級嘅芯片做咩咧？咁 Elon Musk 一定佢知道 Elon Musk 一定答到佢㗎嘛？喂，我啲電動車遲啲 AI， 你啲芯片一定有用嚇。我嗰啲哇衛星啊、飛天遁地嗰啲，全部都要㗎嘛。TSM 知唔知其實佢有需要 ？TSM 知㗎嘛？嚇 ，Tesla 知唔知自己係有咁多芯片需要咧？佢又知噶嘛，所以佢係講緊俾邊個聽啊？講緊俾你聽啊嘛，講緊俾你聽啊嘛。咁你買咁多芯片股做咩咧？一樣啫嘛。咁你揾啲芯片股，啲芯片啊嘛，好多人要噶嘛，係啊 ，Tesla 要啊嘛。咁但係買咁多芯片股做咩咧？咪話要反思咯。上個禮拜五。Microsoft 嗰單，我覺得大家對芯片係要個反思噶啦，所以阿顧老闆同我講 ，Nvidia 買唔買翻$100樓下，我咪諗下咯，我反思緊啊嘛。邊有人一路反思，一路係咁跌，一跌就沽嘅啫，一跌就買嘅啫，唔會噶嘛，唔係話有買貴冇買錯噶嘛，有買貴買冇買錯嗰啲就係年青人嘅個港股精神啫，我唔係年青人，我唔需要噶。同同學都幾時翻講 KC 都自邊個話 KC 自出自入嘅？正推廣網號和網正是為了加快實施網絡我信身份戰略，梗係啦，最好啦。歐北幾好食嘅，我覺得佢有個我以前好中意食嘅，咩蝦意粉嘅，我幾中意食嘅，但好耐冇去過。220買咗 Tesla 應該點做？我覺得220買 Tesla 咧，Tesla 嘅咩價？特斯拉$232，琴日升咗$12。我覺得不如你 mark 個位俾自己238啦，或者242啊。嚇 ，Trump Trade 暫告一段落㗎啦，喺股票嗰度。澳省大人村、澳村、澳洲為澳村，冇我尊重佢啫。話曬澳大利亞省裏邊都有個好大嘅沙漠，咁我覺得個沙漠都幾得意，咁所以我叫做省嘅村得嘅，村得嘅。依啲咩澳大利亞嗰啲咩，全部啲蠻夷荒地咁樣，唉、哎，滑板好睇啊！真係滑板真係好睇嘅，雖然佢係。因為佢快可以攞金牌，我覺得快攞金牌最好。yen 點睇咩位估？我覺得 yen 152、162啦，140嗰啲去唔到啊，180都去唔到啊。日本央行冇戲唱噶啦，遲啲套戲即係唱嗰啲嗰一 part 唔關佢事噶啦。不如你諗下 Euro 嗰個啦，奧運之後。即係我唔係話 UO 會升或者跌啊，即係嗰個焦點會翻去 UO 嗰度啊。係咯，真係仲未知我係小粉紅啊！真係我真係覺得好失敗。
新加坡勁香港一個奧運比賽，之後都唔知去咗邊年，香港車尾燈。其實呢啲就好 out day 嘅諗法嚟㗎啦。以前講緊乒乓外交，鄧小平嘅年代就係金牌彰顯國力，共產同埋資本陣營嘅比較，我中國加蘇聯，你美國加你哋亞歐洲西方國家，睇下我哋邊個陣營攞得多個金牌，攞得多個金牌一個，就係我哋個陣營勁過你，我哋個經濟好過你，我哋個 asset allocation 好過你，因為體育點會同政治有關呢？因為講緊點解亦都會同經濟有關呢？其實講緊 asset allocation， 而家運動員唔係天生好多都，即係當然天生係一個好大嘅因素，但係唔係純粹天生，係個後邊嗰樣嘢，你個培育。美國係由大學裏邊培育出嚟嘅，嚇、啊，大學佢培育出嚟。中國蘇聯係由個國家培育出嚟嘅，即係我你六歲已經係跳水，跳到十八歲同一個動作，每日跳100次，你變個機械人咁，你跳一定得。但係美國哇，頂你個肺啊！我溝緊女，你叫我日日同你朝九晚五喺度跳水，我睬你都傻啦！即係呢個係成個體機制點樣去啤件金牌出嚟嘅。蘇聯加中國嗰陣時，金牌攞好多，你就話喂，我哋共產嘅呢、這個體制搞嘅體育嘅攞好多金牌，你哋靠個大學嘅佢攞個金牌少我好多，同埋玩運動嗰啲，你啲歐美嗰啲玩運動嗰啲都唔係唔尊重嘅。啊、你看看那些玩滑板那 些美國仔、澳洲仔全部都嘻嘻哈哈，都不尊重，我們中國不會的嘛，一去到賽場就發揮香港精神的嘛，拿不到金牌不敢回家那隻、啊、你看看玩滑板那個巴西妹輸了給兩個日本妹，多開心，離曬譜啊，離曬譜的，你換轉在我們你真係冇運行啦，大佬冇嚟精神咯，咁樣唔啱咯。呢個機制就係個體制嘅問題，而家唔興噶啦，即係唔係話邊個勁過邊個，就係邊個金牌多就邊個勁過邊個，完全冇呢回事。一外國完全唔睇呢樣嘢噶啦，即係唔睇啊！你都當個金牌就喂你好個人嘅，你睇個金牌好個人，就唔似中國喺香港咁樣，喂攞金牌係我係香港嘅，我係香港人精神，哇發揮香港精神啦咁樣。你唔會噶，即係你就係你話美國精神咪美國精神，但係個金牌我嘅嚇唔同嘅。壞身面話唔賣得，削訂單有利賣啊，咁但係賣唔到啫，佢都要做噶。喂，老老細講自己做到5纳米芯片。冇所謂嘅，咁而家啲芯片有啲捽出嚟啦，有啲磨出嚟啦，有啲屙出嚟啦，咁佢話做到咪做到啦，咪聽完咪算咯 ，no comment 噶啦，有咩好講啫？呢啲中國芯片冇嘢好講。上半年17000撐咗4次，而家又打完型，呢股又冇鬼用，金牌值600万喎。係啊，香港攞金牌好值錢嘅，大佬有錢好多嘛，係咪？600万嘅啫，買層樓啊，啱啱好啊，唉，嚇大家嚇，恰一陣啊，夜啲去睇奧運啦嚇。聽我講一樣，而家好多台你揀，有港台，有開 TV， 有 Will TV， 有無線。四個台你可以揀，每個台都有唔同嘅 channel， 你可以揀。每個台都揾到唔同嘅所謂嗰個運動範疇嘅識嘅人啦，我唔敢講話專業啦，識嘅人同你去解説。麻煩你尊重下呢啲人，你覺得佢廢話講得錯，轉去第二個台，唔使喺度攣吉吉嘅，唔使喺度扮曬專家咁樣，好冇？唔該曬。同埋咧，即係咧，攞金牌固然係好犀利嘅，但係攞唔到嗰啲都唔係差噶噃，係咪？即係你話，唉咁渣噶，攞唔到噶，點點點點點啊，咁樣咁樣，係啊，人哋都可以入到去嗰度試下攞啊，攞唔到嘅，你有冇機會入去裏邊啊？係嘛，行近你都未得啦，幾吉吉。
OK， 拜拜。免责声明 ：Record Finance 竭力提供准确资讯，为不保证绝对无误，资讯如有错漏而令阁下蒙受损失，不论公司是否与侵权行为、订立契约或其他方面有关，本公司概不负责。同时 ，Record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资分析技巧与建议，只可作为参考之用，并不构成邀约、招揽、邀请、诱使任何不论种类或形式之申述或订立任何建议及推荐。读者务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投资决定，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，概与 Record Finance 主持、嘉宾、编辑及记者无关。同时 ，Record Finance 所有节目或资讯相关内容属作者个人意见，并不代表 Record Finance 立场。